啊，笑一下。来，心情好一点，笑一下。来，要像他这么开心，那小六呢就开心一点。那我，哎，你这个马脾气啊！马脾气。对啊，你看咱们也分一分马脾气。你说我又成功卖了一部，是不是？我都又全卖了，推销。那个，那些红牛那些东西，啥意思啊？